想知道说什么。可敬重出来了，爸爸给你信息啊，不用怕。可敬重做什么？你肚子里可敬重。是你的小情人了。对。那他会不会取代了我的位置？嗯，已经取代了。那如果是儿子呢？你要跟他说什么？一边吃，来给我抢老婆。那么就是我的小情人，那你要对他好一点。那可不，天天给我洗衣做饭扫地。那你做什么呀？我坐等吃呀，坐等吃呀。帮家要一百万赎金，你就不就哦？肯定要就噻，但是我们家只有八十万哦。人家绑匪说少一万要砍我一刀，那我就把身卖了嘛，肯定要救你。爸爸，那要是我和妹妹同时被绑架，赎我只要五十万，你先赎哪个？你是少一万砍一刀啊？我啊？你生得起七十刀不？你生得起的话，爸爸就不用卖身救妹妹了噻。叫儿子起床。我妈没听到我哥说话。宝爸，我一会儿想去逛街呢。可以啊。那你陪我去啊。啊？你陪我去啊？那还用问啊？哎呀，爸爸就是你的后花园，只要好好办事，爸爸就鞍前马后不遗余力，鞠躬尽瘁，肝胆涂地。哼，那老爸，我还想换一个手机。啊？不是你宝贝儿，你那个手机不是也用了两个月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换嘛，他照旧应该换嘛，旧的不出新的嘛哈。人生就是要不断的推陈出新啊，与时俱进啊。听说这个苹果十三快出来了啊，爸爸给你一锤定音，一步到位。好，谢谢老爸。嗯。喂。嗯？哎呀，我的妈！爸爸，我想要一个芭比娃娃。买。爸爸，我想要一个艾莎文具盒。买。爸爸，我的运动鞋脏了。扔了，买新的。爸，我想。滚。闪耀，看太阳落下去又回来，世界太多美妙，不必挑战。